的，欢迎回到 Guess 的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评测视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的内容是这个 Deluxe Neo DN Driver。 虽然比别人晚了几天，但是我的这个 DN Driver 呢好歹是到货了。那么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下它外包装，正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背面。那么它整体的这个外包装风格呢，跟之前发售的 Neo DK Driver 是完全一样的，放在一起呢，这对 CP 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那我们直接把它拆开，看一下它的本体表现如何吧。那么这么一把大塑料玩具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那么先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到底有哪些东西吧。首先是本体一把二号骑士的召唤卡片，一共20张，从 G3 一直到我们的 Gaze 主角骑士的最终形态召唤卡，再加上他自己的神主牌模式，一共是20张，5张技能卡，1张必杀卡，还有一个容量特别小的卡盒。这里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外观啊，这张卡盒一共也装不了几张卡片，能撑死塞个10张吧，跟差不多10年以前发售那款 DX 的枪送的卡盒是一样的规格，好像连造型都没有换过。那么我们还是先看回这把枪的本体吧。那么这把枪的重量呢，跟以前的版本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啊，你就算是要进行这个转枪呢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里的读卡机构呢，因为不是很紧，所以也可以还原剧中的这个甩开的这个操作，不过甩开的这个操作呢稍微有一点伤这个弹簧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太过频繁的做这个动作吧。不过这个动作帅是真的帅啊。开关呢在枪的背面，打开的时候呢正面是会有一个发光，在开机状态下呢扣动这个扳机有个枪击音效，在不插卡的状态下呢拔开和收回来啊都是会有一个音效的。那么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听一下它的变身音效。可以听到啊，跟以前的版本比起来呢，它的变身音效是终于可以喊出它自己的名字了。以前的 DX 版本呢，就是直接放出这个变身的音效，所以在这个方面有好好的进行还原，我还是非常感动。那么在插着一张卡的状态下呢，是可以连着插第二张卡的，只不过插第二张卡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个卡片读取的音效了。这个时候你直接把它划开，它呢也是可以直接读取最上面一张卡片的音效的，所以同样也是可以还原剧中的那个同时召唤几个骑士的操作。那么这个卡槽呢最多可以插4张卡啊，你想插第5张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特别紧，已经插不进去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折腾这个玩具吧。那么我在这里就直接先跟大家讲了，Dando 啊，这次送了这么多的卡片，除了他自己的几张卡片以外呢，其他的卡片啊，刷完之后按下扳机，他触发的这些效果音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召唤骑士的那个音效。所以之后我给大家放音效听的时候呢，会把这个一样的音效给大家剪掉，来节约大家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就直接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些音效了。先从这些二号骑士的召唤 G3。奈托夜骑，凯撒，塔西巴纳桑，伊布奇微吹鬼，加塔克，泽罗诺斯，伊克萨，然后是新十年阿克塞尔，巴斯吉泽亮 Meteo， 马后秀九 Beast， Banana 巴龙 Maha， Specta， Brave， Close， 最后呢是我们的 Gaze。那么我知道很多人会问啊，这些二级的卡片呢放到这个腰带里面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音效啊。这里呢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刚才我演示的这些卡片插到这个 Neo DK Driver 里面去呢是没有任何音效的啊，它不是会响这个 ERA 音呢，就是会读到一些奇怪的卡片上面去，所以之后呢我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给大家尝试这个东西了。接下来呢再来听一下这个最终形态卡片的音效啊，是从这个 Kuga 一直到这个 Biludo， 非常遗憾的是呢它并没有出到这个 Grand Geo 啊。
也不知道万代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东西是吧？酷嘎 Ultimate Form。アキト、シャイニングフォーム。仮面ライド、アキト、シャイニングフォーム。リュウキ、サバイブ。仮面ライド、リュウキ、サバイブ。ファイズ、ブラスターフォーム。仮面ライド、ファイズ、ブラスターフォーム。ブレード、キングフォーム。仮面ライド、ブレイ、キングフォーム。アーマード、ヒビキ。仮面ライド、アームド、ヒビキ。カブト、ハイパーフォーム。電王ライナーフォーム仮面ライド電王ライナーフォームキバエンペラーフォーム仮面ライドキバエンペラーフォームディケイドコンプリートフォーム仮面ライドディケイドコンプリートフォームダブル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ーエクストリーム仮面ライドダブル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ーエクストリームオーズプトティラコンボフォーゼコズミックステージ仮面ライドフォーゼコズミックステージウィザードインフィニティスタイル仮面ライドウィザードインフィニティスタイルガイム極みアームズ仮面ライドガイム極みアームズドライブタイプトライドロン仮面ライドドライブタイプトライドロンゴースト無限魂光そばまエグゼイド無敵ゲーマー仮面ライドエグゼイド無敵ゲーマービルドジーニアスフォーム仮面ライドビルドジーニアスフォーム然后还有一张海东自己的 complete form 啊，这个是在电王的红黄蓝外传里面出来的形态，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刚才演示的这些卡呢，是可以跟这个腰带进行联动的，而且是会触发完整的变身音效啊。之后我们再拍一个视频专门来讲这个东西。最后呢，再来听一下这几张攻击卡片。首先是这个巴利亚，巴利亚啊，护照。啊，可以听到后面的音效呢，跟那个召唤音效是一模一样的啊，没有特殊的音效。Illusion Attack Lido Illusion Close Attack Attack Lido Close Attack 海东最常用的 Invisible 啊，隐身跑路卡。Attack Lido Invisible Blast。最后呢，是他自己的必杀技卡片。Final Attack Lido End。啊，这张卡片呢是有特殊攻击音效的。那么你要是只买了这把枪呢，你能听到的音效就是我刚才演示的那些。但是呢，你要是还买了之前的这个 Neo DK 多莱把的话呢，我们就还有这么多张卡可以听。不过一张一张放来听也挺麻烦的，所以这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些卡呢是全部可以被这个 Neo DN 多莱瓦读出来的，读出来的音效呢跟这个 DK 多莱瓦是差不多的，除了这个肌肉，这个肌肉的读法呢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仮面ライド GO 仮面ライド GO。 因为这个视频时间也稍微有点长，所以这些音效呢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来听吧。你们记得点赞、硬币、收藏、关注啊，重点是关注。我是 Guess， 我们下一期啊，如果还有下期的话。